干那个熟辣，我一打三，那个熟辣跑进网里，啊！我把合作的两个干掉了，只剩那个我把，啊，睡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个我要录下来，超好笑。他要把两个都干掉，然后他跑去打那个打他的王，随便啦，还不错啦，这场打的用巨肉刀打的蛮爽的。